三哥，我妈说了，出门要戴口罩，拿了外卖要洗手，宅家里要多通风，为自己也是为大家，不给社会添麻烦。谁掐了你的？宝强，宝强，王宝强啊！宝强，就是王宝强，王宝强，王宝强，宝强，啊！我来个狠一点的。哎呦我天，一点的，哇塞！包租婆，这些兄弟，快戴上口罩，把你们漂亮的小脸蛋遮上。嬷嬷，嬷嬷吧，嬷嬷，嬷嬷，嬷嬷来了。天天兄弟，快戴上口罩，把你们漂亮的小脸蛋遮上。啊，容嬷嬷，容嬷嬷。我跟子君在合作一个吧，我们合作一个，对，还在合作啊。钱常在，你已经在家待了一个月了，不愧是常在啊，瞧你。都日渐丰腴了，啊！别说了，这一个月那么冷，那么长，每一秒是怎么熬过来的，我都不敢想。在家中待久了，苦杏仁，吃着也是甜的。谢谢。《甄嬛传》里面的应该就对不对？那《甄嬛传》那个气氛一下就进去了啊。